加两瓶勺海藻，再加七勺温水，一定要温水哈，泡一分钟。咱家这款自带牛奶和珍珠粉，回去加水调就行，想加牛奶或者蜂蜜的也可以。接下来只做一个动作，拎起来放下去，拎起来放下去，把所有的海藻全部都裹到一起，碗里调得干干净净就好了。如果看起来干，一定要再加点水，然后翻一翻让水分吸收，放在碗里按压一遍定型，再翻个面按压一遍，拿起来转圈给它撑大一点，先固定额头，再把鼻子抠出来，眼睛和嘴巴可以不扣，直接敷上一起补水，最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可以加热皮肤，打开毛孔，让营养更好的吸收。敷15至20分钟后，用温水洗干净再正常护肤。如果你的手比较残还是没学会，那你来我的直播间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